我叫徐亮，今年17岁，我是7岁来到了澳大利亚悉尼。今年我是一个高3的学生，学习很紧张。因为受妈妈的影响，我对唱歌产生了兴趣。我记得在我小时候1岁多学会唱的第一首歌是姥姥教我唱的《东方红》，还有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小时候背着玩具枪唱《我是一个兵》。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时代？放个历史课本，咱就要仔细找，以后找不到背影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啊？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y'all ready to roll。70的年代，富贵的 high， disco fever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啊！只有放个才的酷，男的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爆炸头在望春风，左右摇摆，上着一支神功。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我是从4岁多开始学习钢琴，大约学了有9年。可是现在我非常喜欢唱歌，不仅是英文歌，特别是中文歌。我觉得唱中文歌是一个学中文的好方法，能够学到更多的中文字，也能学到更多的中国文化。因为我非常喜欢学习中文，我曾经每个星期6都要参加中文学校去学习中文，也曾在中文学校举办的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文朗诵比赛获得了1等奖。我非常感谢我的祖国和主办单位能够给我一个这样难得的机会去学习中文，能够在我的祖国，我的出生地北京的舞台上去演唱中文歌曲，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后代，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中国人，一定要弘扬中国文化。谢谢大家。